那正好这个监视器摆在我们两个人中间。嗯，但是还得还缺一点，因为明天要两个人做，这一块就选择这个坐垫。在哪一个是？现在不急，现在不急，但是明天一定要保证有。现在你有了，明天万一给人拿走了，对不对？我晚上不收啊。对，先坐下来感觉一下。是。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现场效果究竟如何。